经本院开庭审理，肥东县环境保护局申请强制执行的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行政行为，裁定如下。请全体起立。对申请执行人肥东县环境保护局作出的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行政行为，准予强制执行，并停。凭什么？ 凭什么拆毁养猪场啊？我不服！哎，这还让我们怎么生活呀？这个污染呢，这比毒气还严重。 满屋子的臭气熏天哦！我养那个孙子从来没吃过一顿饱饭，一吃饭就呕吐。你养养猪场那个垃圾往河里面扔，将来我们的河水污染了，我们怎么喝呀？对对。哎哎，各位，你闻闻，一到村头啊，就闻到你家猪粪臭味。你想一想，那条河被你污染的什么样子了？河里面飘来一大片死鱼。咋了？关我什么事儿啊？哎，你讲不讲道理啊？ 咱们呢，不能让个联合西水库的二级保护区的名声被这个养猪场给毁了，啊！我们呢，这个，说出去呢是笑话，又是耻辱。他要不仁，咱们就不义。我们现在去把那个养猪场的排水沟啊，给他堵起来。好，我们去，我们去。咱们去，跟他别客气。好。喂，你们在干嘛？谁让你们动的？啊？哎，你也太不像话了。 咱们做事要讲良心，人在做天在看。你有没有道德观念？啥叫观念？赚钱就是观念。哼，哎，何伟啊，你也是喝这里的水长大的，你这说的是人话吗？啊？不是，你们一个个杵在这儿干啥？吃饱了撑的？啊？谁要再敢动我水沟，我一铁锨拍死你们！我拍死你们算是正当防卫。 咱杵着干啥？等着我叫人喊人呢。这也不是办法，要么咱们先回去吧。我家里也来人了，我要到菜市场去买点菜啊。完以后再说。没事，动我水沟干什么？大家好，我们是肥东法院，今天来镇上进行普法宣传的。 大家对法律上面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向我们咨询。请问法官，我们村呢有人把这个养猪场的水啊，废水废渣，随便排放，严重影响了我们村民的生活。像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哎，你好，老乡，关于环境污染，有很多救济办法，可以与环保部门的环保执法，也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哦，这位老乡。 公益诉讼就是由人民检察院或者符合条件的公益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对于污染环境、损害公众权益的行为进行维权，环保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后，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哦，懂了懂了，那我现在就回去啊，要他们到县里反映情况。哈，你们忙啊。 听说环保局的在那边水库检查水源，说什么排放超标，那个多管闲事儿，还放着那么多小偷，他不去抓，我这一不偷二不抢的，他盯着我不放。
我看的，我就不信了，想拆我养猪场，门都没有。不行，老子咽不下这口气，明天我再去一趟。都看看啊，法院的，你们不要拆我养猪场吗？你们拆呀，你们要是拆了的话，我就在这吃。我就在这睡，我就不走了。法院，你们就这么欺负我们平头百姓吗？你们要真拆了我的养猪场，我们一家老小可就没指望了。都来看看，法院就这么办事的吗？也不知道给个说法。这里要没有说法的话，我就找个有说法的地方。目前来看，当事人的表现极其抵触。如果当事人不自行拆除，我们将联合当地政府强制执行。为了使当地的生态环境啊尽快恢复，李局啊，你们还得应当到现场再去几次，做现场勘查，给当事人做法制宣传工作，动员他自行拆除。老乡，哎呦，你看我们在宋法香香上面见过。是的，是的。我们今天来对当事人的情况进行摸排调查，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已经送达，我们会尽快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哎呦，那太好了。何伟家在哪？哦，他家呢，就那个大树后面。哦，你说拐过去就行了。好好好，谢谢你。哎呦，你们辛苦啊。好好，辛苦。好好。何老板，养猪致富必须依法进行，但是你的养猪场乱排污水已经严重的污染了环境和水资源，这是违法的。少来这套，八斗镇养猪的并不我一家。何伟，你不要狡辩，你的养猪场污染环境和水资源，证据和事实都非常清楚，我院已经裁定猪场拆除，你们必须依法执行。你们法院的人呢，说的倒是轻巧，我这一家老小指着这养猪场活呢，想拆我养猪场门都没有。你们让我们怎么活呀？活的干嘛？给老子滚！想拆我养猪场，先拆了我，滚！我跟何伟啊，从小就在一起长大。他这个人呢、除了脾气暴躁之外，其他都挺好。你还知道他其他什么情况吗？他家里以前很穷，哎，最近几年养猪啊，现在家里条件好多了。今年为了扩大规模，在外面借了很多的钱。感谢你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情况啊，谢谢你。我们还要去重新调查。同志们，经院党组研究决定，我院亮剑行动执行大会战今天就要拉开帷幕。会战的目的就是要向被执行人重拳出击，打出声势，向社会各界展现陪同法院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坚强决心和强大行动力，向何伟等被执行人充分亮剑，把青山绿水还给老百姓，为生态草湖、美丽肥东建设充分发挥我们的司法职能作用，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十大精神。我院执行人员推土机已经到位，全体注意，开始行动。
亲家法院来人了。来就来吧，我还怕了他们。老婆，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啊！法院只是拆了养猪场，几百头生猪全部送到西山养猪场，没有损失一只。镇政府说了，今年在西山那边开一块地，专门用于养殖，以后我们可以在那儿养。